去上课。你现在已经是医生了还是还在上课呀？ My name is Wes. 临床中。想你了呀，想我了没？早早。等你学了，谢谢呀。Thank you。嘿，等你学了一身本事，然后你就来跟我讲，因为我昨天，我过两天可能要去看一下西医。你那个是学的是中医是吧？中医要吃中药，我最不喜欢就是吃中药，中药很苦。嗨，What are you eating? I don't eat. 没有，它这个是这种款吧？因为这个旗袍是穿来跳舞的，对身体调节比西医好一点。中药但是慢。中药就是慢，嗯，你学医学了好多年了吗？就 TT 现在也不会太慢，吃中药了就是慢嘛，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可能一个毛病可能还得要吃个好几个月的中药。站起来展示一下这套衣服。药粉比较多，好热呀！我们这边，你们那里热不热？昨天晚上睡觉把我热死了，没有以前那么难吃。加点糖，可能要甜一点。